陈绮贞让歌迷等了5年，终于推出新专辑，但歌迷辛苦等候是有价值的。这个叫当然有困难，觉得很难克服的。我自己很奇怪，我觉得我很好克服哎，对，但是你们呐，就过不了你们这一关。我觉得蛮自然的，而且其实我很享受，也很喜欢。接下来 MV 里面也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身体的表演。咦，绮贞姐姐这次真的豁出去，除了挑战以往没看过的性感，还有这招真的吓坏大家。在一个木盒子里，然后都是泥土，然后泥土里面真的有虫。一些昆虫在我身上爬，对，那我自己就要去感受那种被弄脏啊，然后腐烂的感觉。我觉得那个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深刻的。看了真的会怕怕。如果这些大胆风格也能搬到明年的小巨蛋演唱会，歌迷应该会超兴奋哦。惊喜哦！啊，我一向都是无梗人呢，怎么办？就是像我一个这么20年来就是一个自头至尾无梗的人，然后。大家愿意等待我，我觉得很感谢。呜呜，这年头那么诚实的女生几乎绝种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